即使分开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少华。咁我中学嘅时候咧，就已经开始学习音乐嘅，亦都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啦。咁之后咧，去到台湾咧，开始进修我嘅唱歌技巧，亦同时喺台湾度参加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歌唱比赛啦。咁翻到嚟澳门咧，亦都好幸运咁揾到好多驻唱啦，同埋演出机会，亦同时进行我嘅钢琴同埋吉他嘅教学嘅。咁因为咧，我而家都系做紧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，所以我哋都觉得系好开心嘅。咁同时咧，我亦都系澳门嘅音乐创作人啊。虽然我嘅作品咧就唔算多，但系咧，我觉得少而精啊，而且喺不断嘅创作入边咧，亦都会令到自己不断咁样成长嘅，之后咧都想更加多作品带到俾大家嘅，所以咧希望澳门更加多部门啦，同埋机构啦，可以揾我哋表演我哋嘅原创歌，咁样咧先会令我哋创作更加多好嘅作品俾大家嘅。我已经成为咗 Marka 嘅会员好多年㗎啦，咁 Marka 好多活动呢我亦都参加嘅，咁包括 Marka 嘅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啦 ，Marka 嘅会员大会啦。咁 Marka 嘅工作咧系保护全球各地大多数嘅音乐人嘅音乐作品嘅，所以咧，当你公开播放或者表演音乐嘅时候咧，记得之前就要揾 Marka 去了解清楚啦。音乐嘅版权得到合法嘅保障，音乐嘅创作人先会有更加多嘅创作噶。为何你与我每天喜欢？